综艺传播的秀，来五千节目节目开演，哎哎，哟呼，来大家好。这不是一开始的休息，给咱鸣炮啦吼！阿向在咱马公厝，咱顺安宫，啊，咱来听上心了，啊，咱入去进行个禀报，吼，讲咱下晡会吼，啊，咱这个啊一点来甲做开演，啊，咱精彩，咱这个平安期吼，咱老弟可能这部啊准备来甲做演出，啊，咱今天也非常欢迎咱的现场所有的姐姐好朋友吼，啊，姐姐信徒咱这大家啊与君同乐啦吼，共同来跟咱分享到咱这份咱老弟啊，咱这个气氛吼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来，那么精彩，咱这个这部呢，啊，来咱会不会有的？金色红综艺传播来给他单面演出啊！咱创作呢，咱两文化哈，咱的文化是跟领导精神来制作，最主要咧陪伴所咱这好朋友来个同欢同乐哈。啊，有咱的好朋友伫咧下晡呢啊，欣赏到咱的节目了后，会当来共同啊，咱这个欢喜来个笑眯眯哈。啊，伊愿祝福大家拢做活动，卡达舒服，会当空空叫滴滴。来，那么今日临时临时大吉日啊，在咱这个啊中华民国吼啊，咱113年度，就是咱天文岁数咱的甲新年啊，今仔是咱这个3月19吼，咱的好。时候的去大家代理，一同呢，第一先要跟咱恭祝咱的美公主，啊，咱的顺安宫，来跟咱恭祝，啊，咱非常那些灵感吼，啊，咱天上圣庙，啊，伊跟咱入去进行那些圣诞千秋、千年秋吼，啊，恭祝咱种幸福会当万事不恭那个圣寿寿，吼，咱的顺安宫会当幸福那个鼎盛，香烟团们的信徒拢做会当满天下。都是会当舒服来个保护，啊，和咱所谓啊，咱这个啊，善男信女吼，大家拢做会当真好咯，爱当提福报，宝宝桂林来相助，代代子孙拢做美好来这个好前途吼，非常感谢嘿。那么下晡会哦，充满着咱这个欢乐闹热的气氛吼，表现到咱来请主甘开钱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心中就咱来请主啊，咱这个大头家老板吼，咱这个大名来做一个安排。来，首先呢，感谢啊，咱下晡会吼，咱精彩咱这个啊，节目所有的这主。主办单位，咱的请主，感谢咱黄董事长吼，咱永德黄永德啊，阮的大老板呐吼，咱的黄永德，咱的大老板，还有感谢啊，咱的信木哦，我们年轻老板吼，咱的黄信木。黄信木哈，咱阿伯啊，这些的少年头家，因为刚才咱的王董诶，啊，这个西通大哥，咱的王西通当司长哈，感谢咱有亮哥哥，哦，这是咱张董事长哈，咱的张有亮，我们的张董事长，感谢。佮感谢咱的建村吼，哦，这是咱林当所长林建村，哦，建村大哥吼，咱林当的，来感谢咱英华张荣华，哦，我们的张董事长张荣华吼，佮来感谢咱明峰，哦，这是咱五当的吴明峰，咱的五当所长，同时感谢咱安徽大哥，哦，詹安徽当所长吼，佮来感谢我们陈董，这是咱捐富啊啊，这里是咱陈捐富哈，陈捐富，我们的陈董事长。感谢咱的张董事长任芳，咱的任芳吼，啊，咱的张任芳当所长。感谢咱志斌大哥黄志斌，哦，这是咱的黄志斌吼，咱的黄当所长嘿。另外感谢咱清河大哥张清河，啊，我们的张清河，我们张董吼。再度感谢咱的静荣。黄静荣，我们的黄董事长，家父啊，咱的张家父吼，家父大哥，这是咱张家父，非常感谢。咱文水啊，这是咱黄文瑞吼，黄文瑞，咱的黄文水，咱的黄董事长，再来感谢咱阿秋啊，哦，这是咱的文秋吼，咱的张文秋，咱的张董事长，来感谢咱的英美哦，同款咱的张董事长，咱的张英美。张英美，咱的张英美当所长。另外，感谢这是咱的啊，美工所咱这个药局啦吼，这个佑安哦，这是咱佑安药局，感谢咱佑安药局的老板，谢谢。啊，另外感谢咱这个早餐店吼，这是咱美工处，咱吉德堡哦，咱美工处吉德堡早餐店的老板。另外感谢咱桥西马光利同超市。哦，这是咱超市啊，咱这个头家吼，马光利同超市的老板，谢谢你。另外感谢咱江丁行金叶
好，来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来。